大家好，我有个小话要给你听。数学课老师出了一个题目：一列火车每小时跑220公里，一只蜗牛在同时间爬行6公里。从这两个提示，请你们算出我的年纪。所有的学生都被难到，没有人想得出来要怎么算。突然有个学生助手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你44岁。”“正确。”老师说：“我正好是44岁，请你告诉大家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”学生说：“我的表姐今年22岁，她疯疯癫癫的。老师，你比她疯1倍，所以你一定是44岁。”再见。